Hello，大家好，我现在呢是在广东的茂名，这里是茂名汽车西站，我是从广东的湛江南站坐过来的，票价是44块钱，时间呢大概是2个半小时。它这里有这个专线，有这个去广西的很多地方，海南的、广东的，住处还没定呢，准备在这个附近看看能不能找到便宜的旅馆哎。他这边的这些小街巷还是挺让人怀旧的。第一次来茂名，不知道这边的消费和这个物价水平是怎样的。这边呢就是汽车总站了，它这种街头也是有很多这种老房子的，很有历史年代感。主要是看一下环境怎么样。哦，这个多少钱？40块是吧？你反正就是安排一个安静点的就行了嘛。又安静又是。反正看一看吧，主要是网络要好一点啊。哎，网络可能就没有网络，我要在2楼那里，3楼才有网络了，2楼就没网络了。那你带我先去看一下三越楼。小便宜的20-30块钱哪有网络？一般都有网络啊，一般。要是20-30块的那个没有哦，在6楼、2楼，网络有的在3楼哦，最少个40块钱哦。那我看一下吧，三楼的。40、50应该这样开哦，哈哈。有网络他们玩手机，没有人不看。3楼就挨，还剩这一间房。40块给你，三楼这一间，是你一个人吗？是我一个人啊。一个人我就可以一个人住，哎呀，放水放床，等下打个电不是，你这个网络好不好？网络3楼肯定好，你随便上哪间房子都可以。二楼就没有。2楼没有，2楼近，再远一点呢，哦。远一点呢，你现在。上楼可以啊，上楼。你现哦，在你这里是卫生间了是吧？看一下。姐，你不是有热水？这个卫生间怎么上啊？这样子一样能用啊。不好用吧？好用啊，一倒水就去。这样子啊？那这你样30-40块钱。我知道，你带我去看一下二楼的看看卫生间。2楼的是蹲的。啊，那就好，那就好，那种这种不太习惯了。2楼下面的你还跑那里去？那里有人，不要去。哦，那些我搞不清楚方向了。你在做这个对，仪器我戴个耳机就行了，你再告诉我 WiFi 密码就行了。哦，行，那你带我去看一下二楼。哎，这个二楼到时候我没有这个钥匙，我出不来啊。我不锁了呢，有人住我就不用哦，等于是现在没人住。现在刚退了房还，你去看吧。我搞完卫生了，刚卫生了，这间是吧？30块这个，我昨天晚上都开着窗都没法开了。行吧，我给你住一晚上25块钱吧。不行，25我就不开了，我都没房了，就剩知道了。对，开一天吧，我开一天吧，这住一晚上。昨天晚上一个司机住的干困。上面没单人间，要有我就在6楼，哦，6楼上面是公用卫生间的这个。嗯，行，也好，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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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住一晚上吧，将就吧，是啊，没办法。哎呀妈，你20-30块做得了什么？你买一瓶饮料都要啊。是啊，没办法。我们年轻人啊，就舍得吃，要是美团啊，多贵都买。哎，你要是买住房了什么，来这里讲价，哈哈，讲，拿身份证来，好，在对着美团跟那些单子在网上开了，3、4天你全部开了。好，刚刚呢已经是把这个住宿搞定了，大家看看这个房间啊，这个老板娘其实人还挺好的，我以为还会优惠一点呢，因为看他人比较好，没有想到啊，优惠不了了。他这边房间挺多的，这是三楼，
三楼是双人间。看一下我这个房间吧，这是一个单间，先把包放一下。这里有一个桌子，可以进行办公，电风扇，这一点还挺好。我的包，这边是一个窗的，还挺好的，先透一下风吧。给大家看看这个床啊，这个床应该是1.5米宽的样子吧，不到1.5米，1.3米到1.5米，1.4米左右。这边有一个拖鞋，然后牙膏、纸巾、洗发水、沐浴露、灯光。这里把门先关一下。洗手间，看一看，这里是一个洗漱台，还行，有一个桶可以洗澡。这边洗澡是怎么洗的呢？洗澡是这样洗的，有点尴尬了。好尴尬的，已经是把这个住宿搞定了。说实在的，30块钱嘛，毕竟也买不了上当，也买不了吃亏。还是挺意外的吧。这边的住宿并不是特别多啊，所以30块钱的话我还是挺满意的。他这里的采光力比较好，只是说被套这一块的话，我自己反正套一下嘛，这个没关系的。其实有很多人不理解我为什么总是住这种便宜的地方呢，其实说实在的，只要安静不吵，网络还行，那么我就觉得没有必要太多的一个开销，因为我们每天出来旅行嘛，开销确实是非常大，如果不节省一点的话，确实是很难挣到钱，对吧？这个说句真心话，他这个房间的话是没有网络的，到时候我要去三楼去连接一下。